早安，早安啊！听说你要去玩哦？对啊，我可能会去那个义大游乐世界或是力宝乐园啦、啊。哎、欸，你有红牌嘞！嗨，你有红牌啊！你把谁用走了？对不起，赶快开车！啊，对啊，不然等下被老师看到就被骂。咦，为什么水会被卫生纸吸起来呢？毛细现象又称毛细管作用，是指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，由液体与物体之间的附着力和应内聚力而产生的表面张力组合而成，令液体在不需施加外力的情况下流向细管状的物体现象。该现象甚至令液体克服地心引力的上升，植物根部吸收的水分能够经由茎内微管束上升，即是毛细现象是最常的例子。当液体固体管壁之间的附着力大于液体本身内聚力时，就会产生毛细现象。液体在垂直的细管中时，液面呈凹或凸状时，以及多孔材质，物体能吸收液体皆为冰岩级，什么颜色加什么颜色等于什么颜色，中年级为什么颜色会被吸上来，高年级宣纸、卫生纸、厨房纸哪一个效果比较好。任务一年级，让厨房纸巾上的颜色变成两种颜色。中年级，让卫生纸上的颜色变成两种颜色。高年级，让厨房纸巾、卫生纸、宣纸上的颜色变成两种颜色。变成两种颜色。中年级，让卫生纸上的颜色变成两种颜色。